这个今天雷佳不光自己来了，和他的恩师一起来到我们现场。我们著名的歌唱家李双江先生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双江，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，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，从民族声乐艺术中汲取丰富的营养，并保持民族风格。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歌曲都是脍炙人口，家喻户晓。这个今天是雷佳老师啊，和他的恩师李先生一起来到了我们的今夜有戏，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这里啊。以前看过这档节目吗？看过。我看过是吧？嗯，很喜欢你的相声。哎呦，谢谢。新潮，而且又有传统。谢谢。而且在台上，支撑的能力很强。哎呦，对，表演艺术家，不敢当，那可不敢。那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一直抱着一个小学生的心态，还得努力去学哈。李先生，大家都熟悉了，都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啊。我们这节目有一个小小的与众不同，就是嘉宾来了之后，观众老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给我们唱上一句两句。您唱的歌太多了，您挑一个，您挑一个。再见吧，妈妈。刚来就走啊。再见吧，妈妈。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行装已备好，部队要出发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妈妈。谢谢李先生，谢谢。啊，宝刀不老，雄风犹在。相信这期节目会特别的精彩。我们和李先生、雷佳一起来，咱们坐着聊好吗？好，来，欢迎两位。来，老师，快来。